随身碟很容易中毒，所以就用那个网路了，花一点时间。那我这边其实我这边其实用的副标是它农业科学教育的轨迹啊。那其实在台湾，台湾的这个科学化农业教育其实时间没有很长，其实就是从日本人来了以后才开始。引进一些比较先进的知识哦，在农业改良上面，那纪小屋其实差不多就见证了这一段历史啊。好，那在日本统治台湾以后，其实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农业的生产基地。好，那他希望台湾能够提供这些尤其是。算是农业的工业的基础原料哈，那其实很多都是农业生产出来的哈。那在台湾来讲，其实物产非常丰富啊哈。那包括说像是台湾的森林哈，台湾的矿产哈。那日治时期在台湾开采了很多的这个煤矿跟甚至是金矿哈，然后一些纤维作物，然后还有山里面的樟脑，那很重要的糖哈，日本没有生产糖。好，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对他们来讲，尤其是对于这个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一个工业化的过程的日本来讲，它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当他获取到台湾之后呢，这些东西就变成他非常需要去开发的项目。好，那在农业方面哈，在农业方面除了设置很多的试验场所以外哈。那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很多的人力来投入。那很多人力来投入，在当时的台湾其实是比较，算是比较蛮荒一点的哈。那所以日本当地的人能够过来的其实也很有限。好，那他们当然会需要教育，就是在台湾培养足够的人才。所以即使是在还没有这种高等教育机构的环境之下哈，在很多的试验场所。他们都有设置这样的，就是所谓的讲习生的这样子的，算是短期进修班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可以让台湾人来上课，上完课之后可以拿到一个资格，然后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不管是行政的工作也好，或者是这种研究的辅助工作也好。那在农业方面，其实就是最早就是从1901年的这个农事讲习生开始。好，然后再来就是1919年改制变成这个高等农林学校，这个就是纪小屋成立的那个年代。好，然后接下来又升级，然后改制变成台北帝国大学。那最后，到了战后就是变成国立台湾大学。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的时间的演变，然后那实际上我它的过程其实还蛮复杂的哈。那我们这边很简要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哈，那在1900年的时候，总督府就在台北，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台湾科技大学那块地上面，就成立了一个农业的试验机构，叫做台北农事试验场。那个时候还不是叫农业试验所。那这个农事试验场呢，他们除了做这个农事的
研究以外，农研究跟推广以外，他还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开办了一个农事讲习生。好，那这个农事讲习生的目的是希望说，能够把他们这个研究的成果到这个全台湾各地去做推广。好，所以他需要一些比较基础的人力啊。好，那所以他们就开始招收农事讲习生。那这个农事讲习生，他当然是哦，希望你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这种学识能力哦，你要能够识字，然后年纪好、哦、到多少，然后他的休业期间就是一年，好、哦，一年完之后就是让你可能就让你到台湾各地去，可能当地的这个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农会了哈、哦，就是到当地的政府机关，然后去协助做农业推广，好、哦，那这个就是1900年在那个台湾的《日日新报》刊登的这个农事讲习生的这个招生的简章，好、哦、啊，这个大家其实看不懂，但是可以看一下这个哈、哦，这边有个首当25钱，这个就是有津贴啊，他每天他会发25钱的津贴给这个讲习生，也就是说你来上课来学习，他还会给你钱，好、哦、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还蛮多人就是哎、欸、想要去试试看了。好，那到了1903年的时候，这个农事试验场就改制了。改制了之后，他就把全台湾的这个农事试验场官方哦都把它整并，然后变成是叫做台湾总督府农事试验场。那总厂其实就是还是在这里。好，那实际上在那个台中、台南其实都还有其他的分场所。好，那即使是改制之后，这个农事讲习生的制度也变得更正式，然后他的休业年限也在拉长，那甚至他还有专用的教室跟宿舍，这已经很像是一个学校了啦。好，那慢慢的他招收的类科除了基本的科目以外，他就开始有那个什么养蚕啊，兽医是干嘛？就是帮看那些牛啊、羊啊，那些生病或者是去做什么交配之类的，他们会有这种科目。好，然后还有就是林业，那甚至还有这种预科，这个预科就很奇怪，这个预科其实是有点像是这个预的意思，就是预备科的意思哦，那个意思是一样。那这个预科就是提供你休业结束之后，你还要再往上升学，所以有点像是所谓的普通科啦。哦，那这个其实已经很像是学校了。好，那这边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收集到的这个老的资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位志工，非常资深的志工，他的父亲叫做陈清源先生。那他的父亲其实就是以前的农事讲习生，而且是不是高农时期的，是农事试验场时期的农事讲习生。那当时他一直以为他的父亲是高农的学生，后来我们拿到资料之后去查，发现他根本不是高农的学生，而是更早期的农事讲习生的毕业生。好，那所以你看哦，当时农事讲习生其实已经，甚至他们是有制服的，好，然后也是有那个什么毕业证书这样子。好，那这个是这个其实对照前面那个，你可以看到这是当时农事讲习生的制服哈，他有这个帽子，好，然后也有一个这个章，好，就是他们的校徽就是长这个样子。好，然后他的那个领子上面，大家其实可以。对，看一下。好，他的这个领子上面，他这个他们叫金章，这里他有两个标志，一个是 A， 然后这边是一或二。好，那他那个就是左右两边这个领子上面，他有一个徽章。那这边你会看到，就是他的 A 就是表示是农科，好，然后不同的科别有不同的符号。然后呢，你的年级就是用这个一二三，好，那所以从那个上面可以看到，就是他那个是当时已经毕业的照片哦。那在那个年代的台湾人，其实能够受到这种已经算是高等教育了，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是蛮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们前面看到那个要去读，家里面还要有田地，还要有良家，其实应该是不错的，家境算是比较不错的才有办法。好，那到了1919年开始，总督府其实有意识到，就是说台湾人是需要比较好的这个教育环境，所以他们就发布了第一次台湾教育令哦。
那这里面有一个重点，我们这只是揭露啦，就是他新设了各级的实业学校。什么是实业学校？就是有点让类似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就是那种专科学校，或者是就是技职学校啦，好，这种叫做实业学校。那其中里面跟我们这边有关的，就是所谓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总督府农林专门学校。好，那这个农林专门学校呢，实际上就是基于原来的农事讲习生制度建立的。所以说，即使这个农事讲习生制度走入历史，就是已经变成是正式的学校教育，但是呢，真正他们上课的地方，其实还是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还是在原来的那个农事试验场里面的教室跟宿舍。好，那所以1919年开始，你就看到啊，它其实它的科别都大概都差不多啦，然后还是教室还是都在那个农业试验场，就是现在台科大那个地方。好，那很快的到了1922年的时候，又再发布另外一次的台湾教育令，他又改了他的学制，又改了，就改名成那个台湾总督府高等农林学校。这个名字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好，就是纪晓岳现在的这个古迹指定的名称。好，然后他就变成是3年制的专科学校。好，那当时的学制其实非常复杂，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资料来看。好，他那个从公学校或者是小学校毕业之后，好，什么样的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的初中跟高中或者是专科大学，好，他那个学制其实都不太一样。好，那这个照片蛮珍贵的，我很喜欢这个照片。这个是差不多是高等农林学校时期，就差不多1920年代初期公馆地区的照片。好，这个大家看得出来是哪里吗？应该看不出来。好，大家讲一下哈。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的路哈，你这边基隆路看不太出来啦。罗斯福路应该下一张应该看得到，罗斯福路是这一条。然后这边有一个房子，有个烟囱，有没有？它的后面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宝藏岩。哦。那个。宝藏岩他们以前叫做观音山啊。那宝藏岩的下面在靠近罗斯福路这一侧，现在是那个台电的综合研究所。好，有一栋大楼在那个圆环那边，就是这一栋的位置。然后这一栋是什么？这一栋是台北第二预备火力发电厂。好，就是当时台北的电力很多都是从那个龟山，就是往乌来那个半路上那个龟山的那个水利电厂送的。那后来他们就盖了一个这个预备火力发电厂。好，那这个就是现在的那个台电综合研究所的位置。好，然后这一条斜斜的这一条路啊，这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民族国小子还是什么？国中，嘿，对对对，就是在这里，那个国中就在这里。好，然后这一栋就是以前的那个农业试验场，农业试验所的那个的厅舍。台科大是在这里，这个是现在那个台电的北区营业处，就是这块地。好，就是这个三角形这一块地。然后基隆路就是这一条，就是现在这个有种像这一排这个种的这个树的这个就基隆路。那后面这个哈，这个就是高农的校舍。好，等一下另外一张照片会比较清楚哈。这边有几栋房子，然后远远的这个有一根凸出来，这个是总统府啊，总督府啊。这个很小，那个，那是总督府。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所以他这个照片是从现在的那个蟾蜍山往下拍的。哦，然后比较近的这个是这个有一个像么字形的这个是。以前就是那什么，讲习生的那个宿舍、教室跟宿舍，就这一个。现在，那里有一条新店溪吗？新店溪在后面，在这个山的后面，在这里。在山的后面，就是山的后面这边，就是现在那个自来水博物馆那边。好，然后大概是这样子。那下一张是另外一个角度，它这一张就是从大概就是从那个预备火力发电所后面那个宝藏岩那边往下拍的，所以角度是刚刚好就是另外一侧。那这一条就是罗斯福路，
就是现在的罗斯福。然后这边呢，有还有一条斜斜的路，这一条就是现在的舟山路。好，舟山路，然后这边这一栋白色看起来是白色屋顶这一栋，就是现在的那个台大的行政大楼中间的那一栋哈。然后这个就是这一排的这个房子还在，就是。就是现在那个什么洗衣部啊，里头什么剪头发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小小福那一栋，然后这边有两栋白色，这已经拆掉了，好、哦，现在的共同教室，好、哦，然后这边就是现在的那个宿舍区，这边以前也是宿舍啦，就是现在的宿舍区，所以这边就是从另外的角度往下看，好、哦，那后期这个地方有盖一条铁路，就是那个现在的汀州路，好、哦，现在这个地方，嘿。嘿，那这是比较后来的事情，就是新店线。好，嘿，那所以这个是那个刚刚呢，就是大概1920年代的时候，整个公馆地区的样子。那总督府高等农林学校在1922年，就是它其实就是专门学校改制的啦。哈，嘿，那所以它其实已经算是高等教育的场所了。好，那基小屋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盖起来的，包括刚刚我们看到的行政大楼，包括什么农学、林学教室，那个都是那个时期盖的。好，那这是高农的校徽，跟之前那个有点点就不太一样了哈。高农校徽。好，那因为我们找不到1920年代高农时期的校园配置图，所以我们这个是用地大时期的。好，地大时期的房舍又更多了哈。那我们把这个。高农时期的建筑物把它标示出来，我们会看到，刚刚我们第一张照片是从这个地方往下拍，好，所以比较近处的地方，这个就是高农的宿舍，好，他们的学寮啦，好，然后呢，这边是吉小屋，就是农场的地方，这个就是吉小屋，下一张应该会有，好，然后我们是，然后这边就是什么南讲堂、北讲堂，哦，行政大楼跟刚刚那个。理法部的那栋农艺化学教室，那我们照着这个年代把它秀出来，最早盖的，1923年的是林学教室，就是所谓的南讲堂，这已经没有了，好，然后再来就是农艺化学教室，就我们刚刚讲那个理法部那个什么有那个什么洗衣部的那个地方，就是小小福那里，好，然后再来就是吉小屋，就是第一农场作业室。好，然后再来是北讲堂，就是另外一侧的那个农学教室。好，然后最后行政大楼。好，然后再来就是农场的另，就现在的稻香馆了。这就是现在的稻香馆，农场稻香馆。好，那这个是以前的行政大楼，其实跟现在都差不多。这个虽然有被轰炸过，但是都修好了，看来差异不大。嘿，这是现在的样子。好，所以这一栋其实是高农的建筑物。那为什么？大家在野林大道上看到这个房子，欸，它的建筑的风格跟配色怎么跟野林大道其他什么12345号馆都长得不太一样？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比较早盖的，所以它的风格是不同的。那这个已经没有了，很可惜。这个叫做林学教室，好，农学教室也差不多。那以前彭老师他们应该在这边上过课。好，那它这个是2层楼的木造的建筑物，就非常漂亮。那这个在大概民国70几年的时候拆除掉，就盖了现在的那个深农院的大楼。好，那这个是农艺化学教室，那现在其实还在，格局也不会差太多，只有上面一些烟囱被拆掉了。好，那这个就是现在的样子，其实都差不多。哦，这个也保存得非常好。那它跟吉小屋有点不同，是因为它里面是砖造的，那吉小屋是全部是木造的。好，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农艺化学教室，哦，就是现在的样子。欸，那它的这个走廊，这边这个走廊其实都还保留着。好，那到了台北帝国大学之后，就后来就战后就演变成是现在的国立台湾大学。那当然这个学制啊校徽都改了。那原来的高等农林学校并不是直接变成台北帝国大学，因为它学制不同。那在官方的规划里面，就是把高等农林学校把它并到台北帝国大学里面，变成它的一个附属农林专门部。我们可以这样讲，有点像是比如说师大附中，师大附中那样子的概念，就是它是师大
附属的高级中学。那以前的农林专门部就有点像是地大附属的一个学校这样，所以它的招生跟地大是分开的。哦，但是因为这样子，听说啦有发生一些摩擦，所以高等农林学校在1943年的时候啊，就被迁到台中去。好，但台中当地有人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在台中去设校，好，所以他们就跑到台中去，把这个整个学校从地大再独立出来，然后跑去台中设校，那他就变成台中农林专门学校。那这个学校时间没有很长，战后呢，就政府把它改制变成叫做省立台中农专，然后呢又变成叫做省立农学院，最后就变成中兴大学。好，所以你去看中兴大学的校史，它一定会追溯到1919年，就是高农成立的那个时间点。但是你看台大的校史，一定就是1928年。好，所以这两个学校其实是曾经并存啊，但是它其实是不同的。那所以很好玩，我们这个地方好像基小屋，它其实是有两个学校的历史在里面，非常特别。好，那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高等农林学校作业室，就是基小屋。那基小屋刚看到它是1925年盖的。好，那这个房子运气很好，没有在这个学校开发的过程当中被消灭掉，那一直被使用到现在，所以房子一定要有人用。它就是因为一直都有人在使用，所以能够被保留下来。那也是因为一直有人在使用，所以它就累积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这个东西包括是研究的仪器，包括的是一些书册、手稿，好，然后甚至是里面的这些老的家具。好，那等到大家突然想到它，去把它打开来一看的时候，发现里面都是宝贝了。那所以到了2009年。台北市政府就把它指定成市定古迹。好，那从指定古迹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那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也很努力的在里面就是做很多事情。好，那也很谢谢各位志工的帮忙啦。好，这个不管是整理空间也好，甚至后来我们开始开放让大家来参观，好，其实都要依靠很多的人力的协助。好，那这个建筑物呢，它1924年的时候，应该是校方就提出希望能够盖这个农场作业室，因为当时的农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台大这个农场已经存在了哈。那这个农场它会需要一个办公的空间，需要一个放东西的地方，需要一个整备的空间哈。所以当时就总督府就签了一个就是要盖这个高等农林学校台北农场作业室的这个工程哈。Hey, 那这个是当时的经费。好，那也在那个1924年的这个《日日新报》上面就看了一个招标的公告啊，哦，这个我们也有找到。Hey, 那最后有十几家来投啊， hey, 然后有一个叫做福田正义的营造商就得标了哈。Hey, 那得标之后就很快的就开工了，他那个工期没有非常长。好，那这个是竣工的资料。好，哦，这个竣工的资料，那这个1924年开始盖，它其实竣工1925年的2月28日就竣工了。嘿，那它不是那种豆腐渣工程啊，它也撑了那么久。以前的工程品质比较好。好，那里面的面积实际是119坪，哦，不含，应该是不含那个后面的庭院。那整体的结构主要都是木造的，几乎全木造，只有里面一小部分是那个，只有一个仓库间是储藏室是砖造的，其他全部是木造。所以，大家进去看，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很粗的那种梁啊、柱啊，哦，那也是因为用料跟施工品质都非常好，所以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哦，不管是土地可能有点下陷，或者是说地震啊、台风，甚至是木料的损坏都没有让这个房子垮掉哈。那这中间其实也几乎没有整修过，所以当时的施工品质可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好，那它的外形呢，其实就是你会看到有附那个雨林板。好，然后这个应该是说这个小屋的建筑物本身没有很特别、很
很特别的什么建筑艺术价值啊，它看起来非常就是很朴素的一栋房舍哈。但是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就是建筑物本身的价值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建筑物它代表的，它里面发生过的这个故事，它代表那个意义其实是更有价值哈。那里面最有价值的就是发现这个基隆吉文库，好，就是基隆吉博士他曾经在这边工作过，好，他留下来的这个研究报告，哈，像这个就是他的研究报告，很大一本啊，六七本，哎，然后还有他的藏书手稿，你知道我们后来在这边清了多少出来吗？后来送到总图4000多件，哎，这就堆得满满的，好，那这个其实就表示说，这个建筑物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个实验室。好，纪教授刚刚老师有提过吗？没有，好，大概讲一下。哎，不过这讲就花很多时间。嘿，那基隆吉博士他1912年就到台湾哈，那在台湾担任这个农事试验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总督府的农业试验所里面的这个研究技师，主要的工作就是做水稻的研究。那他在台湾待的时间非常长，好，那除了做这个水稻研究之外，想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农事讲习生的老师，好，也都是从农业试验场里面的人来支援的啦，哈，所以他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担任这个讲习生啊，高等农民学校的老师，一直到台北帝国大学的教授，好，那他跟莫永仁的渊源，好，其实也很深啊，哈，莫永仁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提拔，不会到台中去，好，可能也没有后面这一段历史，好，那他是极少数，应该是说就是唯三啊，整个台北帝国大学在战后被政府留用的日本人只有三个，他是其中一位。好，那一直到1957年才因为年老跟身体状况不佳，就是跟政府申请退休。那个时候他已经71岁了。好，那政府也非常感谢他，就是也因为这样就不但颁证给他一个很高荣誉的勋章，哎，也通过一个提案，就是让他回去日本以后，我们台湾每年送他1200公斤的白米给他享用，一直到他过世为止，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荣誉。好，那也是因为这样，他被台湾人称作是蓬莱米之父，哦，他对台湾的稻作改良的贡献，是非常深远的。好，那基小屋除了基教授他们这些日治时期的教授曾经使用过以外，在战后，哦，也有这一位林正义教授，哦，他在这个地方带领了一群学生做了很多种子相关的研究。那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开发了台湾最早的这个组织培养技术，哦，大家可能不晓得组织培养是什么，哦，就 等一下我们大概讲一下。那这个为台湾的往后的这个种苗产业还有这个生技产业，哦，都有，尤其是农业生技的部分都是很重要的基础，哦，那这一位就是林正义教授，他非常早就过世了。嘿，那组织培养其实是很重要的东西，哦，那它的概念其实就是说，我们植物要繁殖，不是都要用种子吗？好，哦，或者是你要用扦插的方式，可能可以繁殖得起来。但是有很多很珍贵的植物，它可能长得很慢，或是种子不太会发芽，或是很难种。好，哦，那他们就是利用这种组织培养的方式，可以取它一小部分的可能芽。好，哦，就是那个芽点或是叶片或是什么，它就可以繁殖出一堆的后代。所以这个最常看到在什么产业，就是兰花。好，哦，兰花因为它的种子繁殖其实比较困难，所以你只要培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你就用组织培养的方式，就是无限复制，就可以弄一大堆出来。好，哦，包括一些中草药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繁殖。好，哦，那这个东西对台湾的这个产业帮助非常大。那林正义教授就是最早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好，那所以在基小屋的顶楼上那个阁楼存放仪器的地方，都还可以找到这个最早的那个无菌操作箱。好，就是以前没有那种什么抽气柜、无菌操作台，他们就用这种很困难的东西来做那个无菌操作。好，那目前基小屋里面的空间，哦，其实都维持跟差不多跟日治时期盖好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哦，那里面依照他们当时设计的空间的功能不同，它就分成了这些空间啊。好，那
这个到时候大家直接去现场看应该会比较清楚、哦、那农具室是目前我们主要的展示间、哦、那以前它是一个很大的打通的空间，就是做存放大型的农机具，可能是什么牛车啊、耕犁啊这一类的东西就存放在这里，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入口，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开阔的一个打通的空间，没有就是没有隔间的。好，那现在是作为我们的主要的展区。好，那另外一个作业室是有架高木地板的那个区域，那这个其实是以前他们的实验室，也就是说我农作物收进来之后我要做一些调查，好，然后做一些这个记录啊，哈，这些或者是甚至做一些简单的实验测试，那都会在这个叫做作业室的空间来进行。所以它是一个室内的空间，有架高木地板，然后也有一些实验的台面。好，那目前这个是放纪教授跟莫永仁先生的铜像的地方。好，那里面也有我们也摆放一些旧式的仪器。那刚我们讲到说存放那个仪器的空间，主要很多都是在阁楼，就是纪小屋有的前半段有 一半的空间是架高，然后是一个阁楼的空间。那很多他们不用的旧仪器全部都放在上面，好，所以现在上面还很多东西啊。大家如果以后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可以把它拿下来，然后去把它弄干净，然后调查看看到底它是做什么的。里面的仪器大概80%-90%我们都不晓得是干什么的。啊，很多，大概还有上百件还在上面。然后这个是我们比较不会进去的空间，这个现在学生还在用，它叫做育种准备室。那这个都是存放一些农药啊、农机具的一个空间，大家就学生他们要去下田做实验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存放在这里。好，然后这个是暗房，刚刚我们看到找到那个基永吉教授的那个藏书就是在暗房里面。好，那这个是在作业室那个空间的旁边一个小小间的。那为什么会有暗房？因为以前他们做实验如果拍照，他们照片要自己洗，所以他要有一个洗照片的地方。那现在里面还有那个水槽跟那种通气孔，因为暗房里面要保持黑暗，所以他那个窗户也很小，然后门关起来之后，他里面还有一个通气的孔道。好，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的唯一的这个专造的空间，就是一个农作物的储藏库。那这个是以前没有冷冻冷藏设备的时候他们存放农作物的一个地方。好，它是挖到地底下，大概地下差不多1公尺。好，然后可以让那个空间可以保持就是冬暖夏凉这样。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农夫室，这个我目前也还没有去使用它。好，然后后面还有一间很奇怪的，就是很像那种一个像烟囱，一个像高塔形状的一个小小的空间。我们在猜那个是应该是熏蒸室啊，就是消毒农作物用的空间。好，然后这个是阁楼上面现在的状况，还有很多仪器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把它请下来的，以后有机会可以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在这个房子里面除了那些仪器文物之外啊，会看到很多的老式的家具。那这个家具其实都是以前日治时期、地大时期留下来的东西，好，所以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像是在书那个桌子的橱柜打开，你会看到那个台北车站的那个时刻表，就是会有一些很有历史感的东西在里面。那另外就是这些家具上面会看到很多日治时期的这个财产牌、财产编号，你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这个一定是地大的财产。好，那不同年代的东西都有，像林正义教授他们是美元时代的学者，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仪器设备当时购入的时候都是拿美元的经费买的，所以你就会看到有这个东西。好，这个还不是我们以前看过的那个中美合作，看起来很像，其实没有中啊，这种是最早期的美元的东西，就是没有，不是中美合作，是那个只有美国的国旗国徽在上面。好，那这个房子呢，它除了本身年代很久远以外，它其实最重要的，它我们刚一路讲来，其实它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到台湾近代这个农业科学发展的一个历程，然后甚至它是台湾
算是近代农业教育、农业科学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性的建筑物。因为现在高农时期的房舍留存的已经很少了。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留存了很多的这种，尤其是彭安米之父季永吉教授所使用过的这些仪器，还有他的藏书跟手稿。那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要。对，那将来这个房舍保存下来，将来还是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啊，尤其是现在学校已经开始准备要介入去维修了。那以后弄好之后，大家会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啦。好，那这几年其实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那这几年我们就开始把这些古迹维修的一些重要的前置工作都做完。那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做完了这个基小屋的这个修复及再利用计划，这个是古迹在维修前置一定要做的一个算是调查报告。这里面非常详细，包括这个房子的历史，包括这个房子的以前旧的设计图，甚至他们的调查人员是亲自上到这个房子里面，甚至是屋顶上面去一根梁柱一根一根这样去测量它的尺寸。所以我们会拿到现况的建筑图跟原始的建筑图，全部都会有。那这个就是将来维修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好，那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拿到了台北市政府给我们的一个修复的补助。好，那这个金额以小屋的修复的金额来讲是不大啦，但是这个是蛮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台北市政府给我们几乎是全额的补助。好，这个算是对我们非常非常好。然后到了今年初的时候，我们签给学校，那校长同意了，就是将来会拨款差不多2000万吧，来全面修复基小屋。那算是从2009年指定到现在，其实走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总算是把这个房子也算是保住了，保留下来。那其实这里面我最要感谢的是各位志工。大家可能都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很特别，但是其实真的各位志工给农艺系给基小屋的帮助非常非常大。一个古迹啊，一个古迹如果它只是一栋房子放在那个地方，不会有人去注意它，它可能时间久了自己就垮掉了，或是自己就烧掉了，好，或是被人家拆掉了。那怎么样去凸显它的价值？我们要去发现里面的故事，也要让人家知道。好，让人家知道这件事情是最为最困难的。那这段时间靠着各位志工的协助，然后可以让社会大众对这栋建筑物里面的历史有更多的认识，然后进而让更多人去重视它，然后觉得它非常重要。好，然后会影响到官方的态度，会影响到学校的态度。好，那从原本要被拆除的命运，到现在学校愿意投入大笔的资金来整修，没有各位的帮忙，我们其实做不到，做不到现在这个样子。好，那将来虽然我要离开了，但刚刚好就是能够在这个时候被让学校能够肯定，就是说这个建筑物是有价值的。那这里面我觉得各位志工的努力是最为重要的。如果说今天只有我们农艺系，我或者是彭老师或谢老师，我们自己在那边跟人家讲说这个房子很重要，没有人会知道啊，没有人会知道。可是当各位志工来我们这边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年可以给至少10000个访客认识这段历史，嘿，那几年下来其实它的重要性就会被凸显出来。好，那这也是那另外一方面，台北市政府它也会因为我们的努力，然后给予我们足够的资源。因为古迹最重要的不是修，是后续的活化利用。我们很多古迹花了大钱修了，变成文字馆，但是我们可以跟台北市政府跟学校讲说，我们不会变文字馆，我们还没开始修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活化利用了。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可以让人家知道说，不然农艺系也好，或者是志工对学会这边的用心。好，那这个其实都是要靠大家的帮忙。好，那这边我就很简短的介绍到这边。那谢谢大家，那也谢谢，真的谢谢各位这么多年对农艺系的支持，谢谢。